原标题：宋美龄被骗色，一夕风流。他的要求遭拒。威尔基是美国共和党国际派领袖之一，他是印第安纳大学法学院毕业，青年时期当过律师，并任过一家电力公司的经理。因其豪爽热诚、才华横溢、经历过人，素有华尔街赤脚大仙之称。在1940年美国大选中，他代表共和党角逐总统席位，获2200多万张选票，仅输罗斯福500多万票。虽败如荣，罗斯福当选总统，很大度，敬请他担任总统特使，出访英国、中东、苏联和中国，以促进战时外交。1942年九月底至10月中旬，威尔基访问中国，为陪都重庆带来了兴奋与鼓舞。蒋介石夫妇热烈招待这位热情奔放而又快人快语的美国总统特使。一个晚宴上，威尔基建议蒋夫人宋美龄访问美国，向美国朝野宣扬中国军民抗日的决心。他说，让美国人民了解亚洲问题和亚洲人民的观点是极其重要的，未来世界的和平乃系于战后东方问题是否能够获得公正解决。他还鼓励宋美龄以他的才气、智慧、说服能力和魅力，必能使美国人民更加了解中国。这项任务只有宋美龄可以完成，他将是一个完美的大使，美国人民就需要这样的访客。然而这次晚宴后来居然渲染出一段关于威尔基和宋美龄绯闻的艳史。当时陪同威尔基访华的艾奥华迪摩因介时报记者、展望杂志创办人麦克考尔斯后来在其未公开发行的回忆录《麦克回望》中透露，在一次蒋介石为他们举行的盛大招待会中，威尔基偷偷溜走和宋美龄到重庆市中心妇幼医院的顶楼公寓幽会。威尔基与蒋夫人自招待会消失后一段时间，蒋介石曾愤怒地到处寻觅威尔基而不获。威尔基半夜时分返回宿处，告诉考尔斯说，他将携蒋夫人同机返美。考尔斯力劝不可。翌日上午，考尔斯奉威尔基之命告诉宋美龄，威尔基不能带你去美国。蒋夫人愤怒之下用长指甲狂抓考尔斯的面颊，爪痕在他脸上留了一个星期。4个多月后，宋美龄利用访美演讲的机会，特邀考尔斯在纽约瓦尔道夫大饭店共餐。期间，蒋夫人劝考尔斯放弃新闻工作，全力协助威尔基参与1944年的总统选举，并愿负担考尔斯的全部助选费用。他对考尔斯说，麦克，你可知道，万一温德尔·威尔基之名当选，他和我就将统治整个世界，我统治东方，温德尔统治西方。但是这位被宋美龄垂青的威尔基参加威斯康辛州共和党初选就告失利，随后即退出选战。1944年11月，威尔基因心脏病突发去世，终年52岁。对于宋美龄的这段艳史，有人觉得滑稽可笑。其实在麦克考尔斯之前，还有一个人讲述过，最早披露宋美龄与威尔基有染的是美国昭明专栏作家皮尔逊。他在1957年6月13日的日记中对蒋威行事就有记载，不过与考尔斯所述略有不同。皮尔逊说，蒋介石曾派60名军警搜寻蒋夫人和威尔基。威尔基离狱当天再度与蒋夫人屁事密会1小时20分钟，并在飞机场拥吻。而皮尔逊的日记又得到曾任台湾国府新闻局纽约办事处主任的骆以正的证实。骆说，当年宋美龄获悉皮尔逊日记1974年始出版，披露他和威尔基的心后，极度愤怒，准备在美国各大报刊登驳斥起事儿。其实皮尔逊已逝，经陆以正劝阻后，宋美龄改向纽约法院控告出版公司，缠讼经年，双方达成庭外协议。可是
陆以正又回忆说，他同当年陪同威尔基访华的考尔斯查证蒋威有无风流情事。考尔斯说，这是不可能的事，绝对没有。考尔斯并应陆之请，还口授一信交陆带走，作为打官司证据。令人不解的是，口称绝无此事的考尔斯，却在1985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大谈特谈蒋夫人与威尔基的落水情缘。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